的焦点有时分散，一点好奇一点动静就分散我的精力，我的处境有些难堪，搞得不心平抱不平，去谁都看不起，值得怀疑是自己没有能力，还是没有拼尽全力熬夜成瘾，什么毛病什么毛病，早点睡有什么关系，虽然懒得运动，白日梦会多做几遍，早上的闹钟睡到下午四点，此刻人生用了一天没发呆时间，然而我却没有什么改变，虽然懒得时间偶尔也会莫名热血，到今天我还只会随和弦，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，原来只是自己没有改变，我的焦点有些分散，一点好奇一点动心就分散我的精力，我的处境有些难堪，搞得不心地抱不平，就谁都看不起，值得怀疑是自己没有能力，还是没有拼尽全力熬夜成瘾，什么毛病什么毛病，早点睡有什么关系，虽然懒得运动，白日梦会多做几遍，早上的闹钟睡到下午四点，此刻人生用了一天的发呆时间，然而我却没有什么改变，虽然懒得时间偶尔也会莫名热血，到今天我还只会随和弦，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，原来只是自己没有改变，虽然懒得运动，白日梦会多做几遍，早上的闹钟睡到下午四点，思考人生用了一天的发呆时间，然而我却没有什么改变，虽然懒得时间我也会莫名热血，到今天我还是会给个线，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，原来只是自己没有改变。